有人没人，他比较死板啊。对啊，那个他也有他的优点呢、啊。人家在这边这么聒噪，这么夸张，也活了，待在公园里面，你还辞退不了他嘞。嗯，他是宝藏名人。精神疾病。他早上有那个残障手册。那个就不会看状况。哎，他那个他到底会不会玩？那那个很危险的，放在那个地方。五仙阁，哎，那个死鸽危险。今天出来特别看了一下黄历，哇，诸事不宜。真的、啊，今天是大暑天、嗯，我一看诸事不宜，我有一点想不要出门，晚上都不看黄历的，就要小心了。没有，我暑假都常常中暑，这几年中暑好几次了。送去挂急诊，叫你。